各位大春代，今日嘅香局老梁波姑咁啱大姨妈到，唔谂唱啦，拉下播翻两只啱啱喺上海运到嚟石叻嘅流星唱片，由南海十三郎精心编撰。呢段系讲翠屏公子条靓昆仑奴三更半夜死去拉佢主人去偷走条靓女红绡嘅故事。白月灵王是老叉饰演昆仑奴，花旦王千里驹就唔捻使讲系做靓女红绡。各位唔该快捻啲哀干哀净嚟听好嘢啦！是老叉、千里驹、夜渡红绡嚟啦！昆仑手段多奇妙，干如今夜。小红丝，哎呀！Come on.
知道你叫做红烧，用眼珠袋睇太你妙跳，靓到抌一声，真系人间啊笑，好似嫦娥仙女下九霄，我哋相见你啊时，就魂魄飞啊绕，我哋公子为你单丝成病，拍档啊神耀。佢话你曾经向佢相情啊表，三番暗示以手相招，我特是到来通告你晓，使你有何啊善法离佢嘅石家庙。信我嘅，咁我嘅说话讲出嚟，你一定要听我嘅，我就孭你飞渡重关，与崔相公相会啊！哎呀，我真系唔敢噃。做似的桥，
蚀大嘢你路，你又使乜怕啊？扮乜两个哥啊飘啊？